望你平常如果头痒也可以用来敲。对啊，最好是头痒的话就直接拿一根筷子这样吐里面就好了，不会流血。好了，我觉得这还蛮不瞎的，因为它有算是我觉得女生其实很有用，活络经脉啊，通淋巴的功效，而且它刚好就是跟手就是合为一体，这还不错，算是实用的。OK， 好，还有还有，你累了吗？有一点小累，可以坐我的椅子啊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确定吗？这是我在日本买的。我天啊！我蹲的好辛苦，我根本没有坐上去 ，OK？ 可爱对不对？这个干嘛？这是放手机的吗？我是在日本那种就是小杂货店买的，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哇，好可爱哦，然后却不知道怎么就是。不知道买回家要干嘛，但我还是买了。你那时候买多少钱？折合台币？好像980日币，应该300多，两三百。哦，那还算蛮便宜的，对呀。然后后来我拿回家，我发现它可以放戒指啊，耳。